的感觉，就是在于山岛找回宁德的记忆碎片，就是想说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这种半尿的快感。确实，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怎么看不见你？看得见那么清楚啊！但确实，你跟黑夜融为一体了，你晒黑黑都跟黑夜融回在一起。今天都跟我说的，以前是他比他弟弟白的。对啊，这回来了，他弟弟比他白俩了。弟弟快比我们所有少年都白了，也就比金鱼跟金鱼比金鱼可以，那天已经露出来了，露出啊，可以，我不知道，你看我们就会有这种解释。我们的嘴巴是很严的，不像弟弟啊，我们跟弟弟不一样。弟弟谁？弟弟，那弟弟能夹着屁股坐？对，夹着屁股，感觉上很认真、很标准的俯卧撑，但貌似这个屁股觉得有点高，你小子。导演，你坐好好坐呗。你好好坐呗。你教下尤金的平板，屁股有点高。尤金，坐的。你看年轻就是好，是吧？哪有这样做俯卧撑的？我给丁真哥，来，丁真你坐一下，我们可以看，我们看一下弟弟啊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我们把镜头切换给他们，来，你们坐一下啊，我把镜头给你们。我们不，我看你们坐，你们坐，一会儿跟我们坐着吧，跟我们一块聊会儿，一块不聊会儿吧，毕竟我们也是组合，对，正儿八经组合，好吗？正儿八经组合，对，正儿八经鱼排三小时，真的是天，哎呀，不容易了，那都哎，鱼排那时候都已经是什么时候？五月份，我们五月十几号，三个月之前了，我们五月十几号去，三个月了那个，哎呦，哎。两个多月，快三个月，看六十多天。那也是我们来到这没有多久就去了。嗯，说实话，十几二十天的时候就去了，确实挺顶的那时候。真的，朋友们，有些时候我跟你说，这个节目啊，你们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啊。冰山一角啊。就像那个吊水丁真的不能跟你们详说他当时的感受那种崩溃，那崩溃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崩溃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就是达到一个就是人已经快要不行了，后面呢到极限了，掉下去以后，后面你不得不又要有能量让自己清醒过来哈。对，完了以后，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，这个正片也有说，就是我们其实那个地方的水啊是共通的，而且是共通的，再别说了，再说我就我太难过了，真的难过走了，受刺激了，确实，我们这个比想象中的这个其实顶很啊，许费，这许费啊，鱼排的房子有空调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